盘点校花噪音社演唱的最火几首歌，你都听过了吗？怎奈何蓦然回首，你皱起眉头，怎叹那山有木兮那木有枝，心悦君兮而君不知。人们说年轻人要努力，要多去想点主意，他们劝你怎么都好，就是别去跟前不计，别再待在家里求，被压力压着头想混口饭就乖乖跟人屁股后头挂着油。教堂的白鸽不会亲吻乌鸦，就像我陪我说星空闪了它，时间怎么就走到了晚霞，我们笑着说没有办法。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呀，究竟是我做错了什么，想象的洒脱。要是课本抄作业考试上课看一眼，现在想起来会不会觉得很亲切，我只想要拉住流年好好的说声再见。看见沙鱼在寂寞两条鱼上飞，